蓝绿选情低迷，蔡英文马英九出手相助。年底九合一选举，有关2020年总统大选，但民进党因有执政包袱，选情低迷。台北市长选战，民进党参选人姚文智民调目前落后，蔡总统将出手相救，陪他拜票。另一边，蓝营选情也不乐观，党主席吴敦义分身乏术，外传马英九将出来帮忙扶选。蔡英文、马英九相继出手，年底选战俨然又成了双赢对决。因今日中国频频打压台湾，狂挖台湾邦交国，决战2018，绿营打出维持现状，蓝营坚持九二共识。但第三势力主张两岸一家亲的柯P，同样不能小觑。外传柯P的野心可不止在2018选战呢。今日中心台北报道。